时期，鬼谷子横空出世，据传其偷小百合、遁甲、六人等算卜之术，而后创建了鬼谷门，弟子纵横两派，行走于江湖，南洋东洋都有其门下足迹。说到东洋，日本隐鹤、甲鹤两大忍者流派，为复兴家族，在无人之地合力研究秘术聚神兵。为了争夺利益，最终两大家族的人一同被掩埋在了墨云城。可是甲贺中有人不甘白白死去，便绘制了写有详细地点的羊皮卷逃离。可刚逃到黑市，便突然疯癫，就此打开巨神兵的钥匙，八角河的秘密也随之广泛传开。得知有秘宝，鬼谷传人与各路人马各显神通，踏上了这寻龙夺宝之路。小张，大快着急了。我说羊皮卷呢？你说巧不巧，今天要羊皮卷的人特别多，得加钱。今天你不给也得给。No！ 抢东西抢到老子这来了。小张，我感觉你的身手还是不错了，既然到了我的地盘，就得按照我的规矩来。下去跟我的人打一场，赢了的话东西直接拿走，输了的话
你要干什么？这是我的地盘，你多一个试试。你的地盘，信不信我先把你给做了，然后让大帅的新炮轰烂之中飞过。山水又相逢，兄弟，我欣赏你这羊皮卷，我这。这位少侠，我们是不是在哪见过你？刚刚在斗兽场。见您身手不凡，是练家子的。下去，我们可得喊非礼了。我不是故意的啊！被大帅的人拿走了。哦，没有关系，难得你们走一趟，安全第一。嗯，那个人为人处事看起来挺正直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要帮大帅做事。知人知面不知心，凡事不能只看表面。你们说他会不会是有什么难言之隐？事儿我办成了，我师父是不是可以放了？好人做到底，送佛送到西。你师父我一定会照顾得好好的，但是你得把八角盒给我取回来。这是最后一次。我师父若有任何闪失，我唯你是问。放心放心，事成之后，一手交货，一手交人。盯着。一张羊皮卷，要不然我就吃了大亏了。此乃命数，命里有时终须有嘛。啊，来爷，啊，来爷，
慌什么？真是。我数一二三，大家跟着我跑啊！一、二、啊！快呀！大哥，等等我！大哥，这有个盒子。拿起来。别费力气了，那么容易拿走，我早就拿走了。师兄啊，我早就算到这事儿有你一份儿。师兄，原来斗兽场那小子是你的师兄，你们两个合起来欺骗我是不是？哎，非也非也，我们师兄弟二人并不合。我不管你家里那点破事儿，我只知道，今天所有东西我必须全部带走。我早就跟你说过了，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啊。哎，大家都是凭本事吃饭的，你现在逃香就过分了啊。我就过分了，我告诉你赶紧把东西给我拿起来，要不然我一枪崩了你的头。
好的，大哥。拿到了，把人放了，东西马上给你。别说废话了，东西给我，我让人马上快马加鞭把你师父放了，时间长了可就不好说了。来人，把他俩给我绑了。你们不是都拿到盒子了吗？你们俩可都是高手啊，万一反悔了袭击我怎么办呢？啊，手脚利了点儿。哎，不是要放了我们吗？大帅只说过放了你们师父，什么时候说过放了你呢？哎，骗子啊！哎，等等等等等等等，我这有宝贝。姑娘，今日将有喜事发生。哦，请问是啥喜事啊？从你的手相来看，近日可喜得一子。切，小子。哎，我西门纵横江湖这么多年，从来都没有失算过，你不信？切。
你还吃啊？饿死鬼投胎啊？一会儿要户部上账，我把你压这儿。老板，再来一碗。挥舞西人自辞还，壮丽纵横两道圈，纵西武，横西门，两派是孙子。你不着急，我还着急呢。杨满儿，吃面子？吃吃吃，就知道吃面。要不要坐哥哥的车子去兜兜风啊？再这么吃下去，都喝西北风了。只要你给我们锤子，你就是个锤子，我保你。大哥，我说啥子？你又打个枪呢？有吗？没有吗？你有没得？有，吃真了。嘿，你个瓜！杀你们喊你老子真生气走师兄喝水他们就是欠揍什么玩意儿谢谢你啊不客气不客气这是我们分内之事自从我们师兄弟下山以来啊就是为了、啊、是我们在跟他说话你哪位啊不是我好都是些小事情不足挂齿之前都有得罪还望见谅之前的事就不提了啊我看你们俩也居无定所的要不跟我们俩走啊还柳暗花明又一村呢哎我答应你了哎不是我们没问你大哥你不要这么轻浮好吗啊好姑娘我觉得这样不适合毕竟你放心吧现在的当务之急是给你们找一个藏身之处跟我走吧妈了个巴子的为了这个八角盒老子可是没少费力气啊大帅辛苦了答应大帅的军火我一定会如数奉上。哎，你是不是还少了点什么呀？啊，大帅就是大帅，有了江山，还得要有美人相伴。明了明了。龙门口。好，特别好啊！开车，开车，한만큼이나도박을받을소유보고싶대요仕事がうまくできませんか？職道話がありませんので、先に勝利してください。あとできます。这，没担心。哎，哎，都就你穿衣服这么大。你别跟着我，你干嘛啊你？师兄，他不轻。哦，你个瓜皮，没听过锤子把脉，早早收拾你，还是你厉害，我厉害。哎呦，哎，那个又是你了？
你这能捂爪子？我已经很难了。果然还有同伙，敢在我的洞房闹事！好汉！哦，谁也走不了。好汉，你救救我噻！你们要是敢走，就杀了他。施大人果然懦弱。英雄。咱们赶紧去找爸爸。老板的先驱啊，我还当是哪个出老千的锤子呢，都有的是。哼，好说好说。不过鬼丸兄杀了锤子帮的兄弟，李帮主那儿恐怕说不过去吧。这都是一场误会，是我管教无方。要不是我与大帅商量云子的婚姻大事，事情不会闹成这样。哦，大帅有新欢了？可喜可贺呀，陆某跟大帅私交甚厚。既然如此，我明日差人在大都尉摆一桌。陆老板，好气魄。鬼丸兄可来否？一定到。当真？当真。好，请。担心，爹，你来了。陆老板，幸会幸会，在下西门。啊，这是英雄。来到我家就不用客套了啊。好，对了，少侠，今日日本接之事，恐难善了。不过你放心，你师父的事儿，我会帮忙的。有劳前辈了。不过，爹爹，那盒子里。到底是什么呀？说来话长啊，这都和甲贺乙贺家族有关呐。忍者，鬼丸就是甲贺的传承人，明面上是靠制药为生，暗地里却有巨大的阴谋啊。鬼丸？对，就是鬼丸。当初两个家族在本土非常优秀，所以被邀请参加一项生物研究。可是后来我们才知道，是细菌战工厂的秘密项目，为的是制造巨神兵。产生的效果关键
就在八角河。这个巨神兵是？没有人见过。一些流传的消息，也只是一些零碎的线索。哦，对了，你去过那儿，你对那儿很熟悉。当时你拿盒子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别的什么异样？里面出了一些有毒气体，让人产生幻觉，机关密布，似乎没有太多异样的地方。哦，对了，离洞前有不少浮雕，总觉得很奇怪。哦，那就更说明我们一定要把那盒子拿回来，才能解除里边的秘密。大都会宴请之夜，我们拿到它。真的是太不舒服了。哎，你可以看我眼啊。啊，好，该行动了。现在？嗯。哎，不是，等英雄哥来吗？哎，你等他们来，黄花菜都凉了。现在正是本单元展示实力的时候。我的优雅由这一杯卓尔玛提尼，表面平淡无奇，实则辛辣刺激。刺激刺激刺激。这是漱口水。
哟，今儿大帅好气色，好风光啊！哎，哦，陆老板，我听说你招了一个叫英雄的乘龙快婿。哦，这不出门的事儿也能传千里？的确如此，的确如此。不过那是孩子们自己的事儿，我做不了主啊。话说我与这位英雄还有点渊源，只是不知道他还能不能记住我这位故人。那不是咱们更是亲上加亲了吗？啊，大帅请。请。李帮主少见啊。陆老板，今天我来所谓何事你是清楚的。李帮主，小伙计的事儿陆某深表遗憾，年轻人血气方刚，行事鲁莽，落得如此下场，唯有当面调解这恩恩怨怨才能一笔勾销啊。一笔勾销？今天不给我个好的交代，我把他们斩尽杀绝。哎，李帮主还是如此性子，我们大局为重啊。那就赏您个脸，给您个面儿。英雄请。陆老板先请，我随后就到。好，请。弟兄们都精神着点儿啊。妈了个巴子的，今天是本帅与云子小姐订婚的大喜日子，多谢各位赏光，我先干为敬。来，大伙玩好啊！哈哈哈哈哈！大帅请。大帅，给您道喜啊。今天是您新婚之大的喜事儿啊。啊，就怕有些人破坏气氛呢。李帮主，你可不要好了前世坏了后世啊。大帅，我是个大老粗，但我最讲江湖义气，我就想要告诉那些人，出来混那是早晚要还的。怎么着，大的还没敢放屁，小的就敢出头？哼，酒话，酒话，见谅见谅。呀，这是哪出戏呀？左四郎，端起翡翠。哎，使不得，今儿是大帅大喜的日子，可见不得血啊。大帅，怎么不见你抱的美人归却抱着包袱呢？啊，哈哈哈哈，这是给云子小姐，啊，不，给我三姨太的定情信物。Thank you.
都别动，都别动，奶奶的，一个都别放出去。盒子交出来，快走！原来你不是个女人，你见过这么强壮的女人吗？好啊，连大帅你也敢动？不说，为什么要杀大帅？是啊，为什么？还不是为那盒子呗？如果我要那盒子，还需要动手？不需要，绝对不需要。大家先别乱，事有蹊跷。当下，我们最重要的是要把事儿弄明白。你别杀我啊！我知道盒子的秘密，你杀了我，什么都没了。哦，那看来我还能留你一条命。什么？什么？李副官，军队不可一日无主，对不对？对。你先顶大帅的位子，事儿还得由明主来办嘛。您德高望重，算是众望所归呀。众望所归？啊，众望所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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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枪放下。陆老板说的不无道理，那我就勉为其难先受了。收队，其他人没事儿都散了吧。传人哪有那么容易找啊？是啊，你这过分了啊。哎，上行下效，只言有说。嗯，说清楚。何を聞きましたか？これは破壊は完成だといました。どういう意味ですか？半分はまだその墓の中にあるかもしれない。可能ではないことは知っています。なぜ我々大日本帝国の宝物は死なの警官術を使わなければならない？救命啊！师父啊，女哥你要死了，就保佑我一下。大丈夫です。箱が私たちの手にあれば、ことは簡単で多いです。今は帰って工事費を。節約した。はい。今回は私が
パラダイス勝つ勢いです。熊川、お疲れ様でした。そうしましょう。はい。谢谢师傅，你可千万别死啊！我刚才是瞎说的。师兄啊，你可终于来了！趁他没出来，赶紧走啊！盒子，哎呀，别管盒子了，命更重要啊！走了啊，走了，师兄啊！西门，啊，保护好曼玉。练帅气啊！啊，曼玉呢？曼玉不是在？啊，一定是那个女人！哎，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你过分了啊！师兄，师兄，走啊！太危险了，换套衣服。好嘞。瞧瞧，多完美的皮囊！放心吧，我是不会伤害你的。走啊，就在二楼。
满月，满月，你怎么在这儿？满月，你没事吧？没事。哎，你怎么在这儿？那个变态呢？这一刀叫劈山流，你能接得住已经很不容易了。少废话，要来就来。你以为你们出了去吗？那就试试。力拔山兮气盖世，我锤子吧，今天也有翻身的时候。师兄，李帮主，大侠你好，你们赶紧撤，这儿有我了，啊。不客气，不客气，进来，走走走走，慢点走啊！弟兄们，在，吹！李帮主仁义，虽然没有杀了鬼门，相信。也伤了他几分。鬼丸这次元气大伤，肯定不会善罢甘休，所以你们二位可能要再走一趟。你是说要找到盒子的秘密吗？嗯，不，我们连墨渊城的盒子一起毁掉。我们也去。不行，开什么玩笑，你们都是女孩子。好，盒子别落下。哎哎哎！哎，姐，我跟着去不就行了？姐，我现在就想早点办完事回去，然后大吃一顿。你想吃什么？啊，我想吃蟹黄包。蟹黄包？宁儿，到了。等等，这都到门口了，还等什么呀？
秦曼，你疯了！我姐姐因为过敏，从来不吃蟹黄包，而且她根本就不会武功。变态！我姐姐呢？竟然没有瞒过你！别急，我马上就让你销魂。下最后一步棋，肯定是这样，我都算过了。既然咱们已经来了，那就哎，喂，哎，等等我啊！哎呦，你有这一手，别管我，快走！干嘛呢？别碰他！盒子我可以给你，必须把人给我放了。不行！我数三二一，大家同时交换如何？好。三、二、一。姐姐。言而无信，卑鄙的家伙！
不错，我就是一个最后活下的人。私は無意難易所どうもします。我叫雾云雷藏。早就给你们说过，不要让你们跟过来，愚蠢。好的，主人。我，你这个变态，你没死啊？主人。不错，你干得很好。不枉我养你这么多年，我忍了这么多年，就是为了等到这一天。我常常在想，我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我还是什么都不知。你连自己的女儿都利用，你还是不是人啊？住口！要不是你们，我女儿也不会卷进来。爹。家人家义，这一切都是你安排的吧？哼，你先保护你自己吧。把东西留下。原来这个药效有时间限制。Yeah.
主人，他被反噬了。师兄，英雄吧，西曼，其实你也挺可爱的。机智，我还以为我要歇菜了呢。快说，怎么出来的？可是姐姐，姐姐已经不在了。安葬完姐姐，我也无处可去了。无处可去，何不与我浪迹天涯？真的吗？假的。
你别伤心了。师傅，哎，师傅，师傅，你怎么出来的？我想去哪里？难道有人能挡得住我吗？你们师兄弟多年未见，我想去大帅那里，又好吃好喝，又能促成你们兄弟共度此劫，岂不美哉？师父，你没事就好了。你们没事才好啊。师父，人死之后还能复生吗？生如何，死又如何？你心里有那个人，他就活着。在天涯的尽头等着你呢。哎，不好意思啊。师父，我好担心你啊。这是新曼，这是我师父。新曼啊，你看到了吗？新曼，看到什么了？师父，你和新曼先聊一会儿，我去去就来。师兄，师兄，哎，师兄，哎，师兄。